是我们真的四个人团结合作才完成的，真的。Yeah. 是的，你们拍照嘛，对。但还好有你们来帮忙。我承认你们的真的比较难，那个不容易耶。对，天啊！如果我们没有帮忙，可能会做一倍以上的事。没有，我其实抱持的心情就是今天晚上可能就是再找一个公庙住一下，去那边睡一下，对不对？在讨论就随便睡一下而已。看你刚刚的眼神，感觉上我们今天应该有机会可以住吧？因为他刚刚说我们来就要看我们的表现，如果表现好，就可以回头去住这样。可以，完全感谢你们完成了这个。我们今天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努力。那个人锁到手都破皮嘞。哦，真的。对啊，他刚刚手抽筋。他手抽筋，我流血，你抽筋啊，不好意思。但是我觉得你蛮强的，你什么都会，真的。就是很喜欢做这些粗工。我真的，我看到这样的女生要很小心，因为她就小辣椒型。哦。有吗？她看起来就很凶。那你试试看。看我会辣啊！好辣！哦，是，尝一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牛肉干贝饭。哇哦！牛肉干。干贝饭，中间还有一颗干贝啊，上面那个是干贝。嘉颖，你先。好。牛肉干配饭。来。牛肉干配饭，牛肉干配饭，好不好？牛肉干配饭，所以是牛肉干。那我要喝这个配饭。我喝这个汤。吃喽。吃。おいしそう。いただきます。準備ジャパン。いただきますよ。哇，剥皮辣椒鸡。嗯，怎么样？你要剥皮辣椒吗？不要。哈有一个人不吃辣，是你。我。你不吃辣。不吃辣，不吃辣。这个你会怕吗？会。你不会觉得很辣？嗯。那你吃一个给我看。你为什么要欺负人家？我给他看嘛。好吧，我就给你看嘛，就是为了你了。哦，好吃吗？好吃吗 ？Oh my god， 好辣哦！他说 Oh my god， 好辣哦！真的很怕辣哎。很辣哦。因为我们今天坐车，他跟我说他完全不吃。不吃辣，他也不吃虾。嗯。他不吃，他对虾好像会过敏嘛。对，嗯，我爱吃这个，这个是什么？咖喱，那个是我们的那个泰式椰香鸡。好，我想泰国菜。李佳颖，你刚很累哦。蛮累的，想要多吃一点。他好强。好，该你。没办法摆饭，这个也辣哦。嗯，有这个。里面摆饭。辣椒。什么鬼啊？老板娘的。嗯。不辣。刺激姐不辣，怎么样？对啊，他不辣啊。点那个跑炸好辣哦，我的舌头现在还没感觉。为什么感觉没做什么事，我饿成这样？真的耶，哦，真的吗？亲自下去做的那种感觉，你会忘记时间。嗯，真的，很疗愈。好像做了一点点，不知不觉太阳下山，对，整个透入。嗯，哦，吃一吃。嗯，好吃哦。我们一天在曼谷，每天吃这个，这好好吃哦。去找是什么地方？吃东西的时候，夜市。这个夜市呢很特别，彰化年轻人有些都还不知道这个夜市的名字。为什么？一定非常要老一辈的他才会知道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夜市叫什么夜市？现在叫金城夜市。彰化金城夜市。对，原本的名字叫做高赛。高赛。同时。对，听起来很像的。刚刚也问了一下，哎，为什么它叫高赛夜市？是走进来，因为以前很大，里面会打的有高赛吗？哦，不是，听说是这附近有一个中医师叫高赛，所以这个夜市由它的名字命名，觉得它很有名嘛，然后这边啊，大家啊，因为高赛夜市，哦，对不对？是这样子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呢，就大家进去吃吃喝喝。什么啦？要吃鸡哦。我们不是讲说就吃吃喝喝吗？不是吃吃喝喝啊，盐酥鸡啊，就吃吃喝喝无聊啊，所以我们要来比赛。我绝对可以吃到很有趣。比赛啊，我也觉得。比赛叫你要吃什么鸡，比手画脚。又是你要吃什么？哎呦我的妈呀，这个好难玩呢。默契赛，那这一次是两人一组，随机呢找一位民众，然后询问他可以推荐什么，请他写下来，然后呢你们会有需要用比手画脚的方式比给对方看。好。懂了。
好了。牛。不能讲话哦，你的人不能讲话哦。我讲话，不能讲话。好。30分钟内吃最多道的东西。这太了。我怎么觉得这是一个惩罚啊？对啊，真的啊。什么词最多嘞？你第一道人跟你讲过去吃火锅，有有第一道就饱了。真的哎。那你就慢慢吃啊，既然都要食物的。哦好 ，OK。就是，好，这么有戏规则啊。好来啊，看。好，就慢慢吃。你先选，你先选，对。选 Justin。好 ，OK， 那我跟吴洋。好，好不好 ？OK。太棒了 ，Let's go。OK。Go go go。Go go go。对。我们下去问路人的。嗨，你好，你好。哦，对，我们要问，你们刚来吗？对。你们来这边有没有特别想要吃的什么食物？可以写在这个上面吗？然后不要让他看到。对。那你们常来这个金城夜市吗？蛮常的。所以这个是你们来这里必吃的一个食物。对我们来讲，必吃。OK OK。必吃。OK OK。Oh my god！ 对，只能给镜头看到。Oh my！谢谢谢谢，好 ，OK OK。那你现在要比手画脚，对，我比你猜 ，OK OK。关键的三个字，好，臭。啊，去吃。他完全一秒就知道我要讲什么哎。刚刚他没有特别说是清蒸的臭豆腐。你上次吃的是清蒸还是炸的？它有些臭这个字吗？有，它写臭豆腐三个字。陈军表情要看给镜头看。他现在整个镜头都放下。好，我给你看。我们走到这好像没有看到，可能在另外一边。哎，等一下哦。好，看到什么？不是看到，是闻到。闻到什么？你闻到了吗？好像。就刚刚有一个臭的味道。哎，这边写臭豆腐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哇，好吃！哦，很香。这边，这边吗？清蒸臭豆腐。好吧，我们想要一份清蒸臭豆腐，这边吃。谢谢。我觉得啊，这就是传说中的墨菲定律。Yeah. 对，你越怕吃到的。这个就是你最不想吃的，你越觉得不可能，对，越有可能，对，而且我才比这样你就知道了，一比这样，我心真的碎了，碎掉的声音，来了来了，哇，谢谢谢谢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准备开动，那菜你 OK 吗？菜，那盘子不要，啊，真的假的？谢谢，谢谢你们，谢谢老板，谢谢，谢谢。哇，怎么人那么好？人那么好，这就是南部人的热情。贾斯汀，你先吃。你需要一些勇气。好，我跟你讲，你现在用一个催眠的法则，你先幻想自己是视觉看到的是咖喱。确实过。还有一个方法，捏着鼻子把它吃下去。OK。哎呀，他们。怎么样？有比你之前吃的感觉好吗？我鼻子还没打开。OK OK， 你先过来推下去。工作人员在笑，他们在笑你。好好好，剩下交给我。Oh my god！ 我觉得你很努力了，观众有看到你的尽力。你该不会等下就要吐了吧？应该不会吐，但是会有那个反应。我来感受一下彰化金城夜市的清蒸臭豆腐。嗯，这个汤非常浓郁，赤豆腐。这个臭豆腐颜色吃起来没有很深，可是味道还蛮臭的。你就是喜欢这个臭味？我觉得大部分台湾人都非常喜欢吃臭豆腐，因为这个就是一个很代表我们台湾的食物。对。对，要说实话，其实有很多外国人很喜欢臭豆腐。真的吗？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只要放在嘴巴里面，它一碰到鼻子，我的身体就会有一个反应，想吐。就是我身体告诉我，不要吃这个，不要吃这个，不要吃这个。但是那个豆皮感觉很好吃。嗯哼。比较还好。可以吗？还行。它的汤蛮好喝哎。对。
有点像泰式的一些那种汤。对，嗯，有点酸辣咖喱汤哎。好了，那我们就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看到我了，你看到我了。来来来，抓抓抓抓抓抓抓！不要跑，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你等一下，我过来过来。素颜啊，我也素颜。跟我男朋友住我家吧。你有男朋友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想，你这偷跑出门，没关系。好啦，问一个问题就好，一个问题就好。你把你等一下要去吃的东西，或者是你推荐在这夜市可以吃什么写下来。开始了，哥哥。准备哦。走，拜拜。拜拜。哥哥，你认真哦。好，我认真。三个字，第一个字，鸡，鸡，鸭，哦鸭。第二，哎，三个字鸭什么鸭什么鸭？鸭鸡，鸭胸，鸭肉。鸭肉饭，鸭肉根，鸭肉根，鸭肉根，好，鸭肉根，鸭肉根，鸭肉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腰根在哪？哎，不是啊，腰根在哪里？鸭肉根在哪里？看到了，看到了，谢谢，谢谢。算了，哦，不错哦。太香了，人蛮多的，这个店好吃啊！你看，到不就已经浪费半小时了吗？不过先摆好，我们先摆好。快，谢谢你啊！哇，奶奶要不要排队哈？啊？内用不排队啊？那我们排队，好了，我们先来。老板，你好，我们要一个小的鸭肉羹。对，内用吗？内用，内用，内用，谢谢。鸭肉羹是什么意思？鸭肉羹就是鸭肉做的羹啊。它是鸭肉，然后根的话就是勾芡的嘛。会，你等一下看到你就知道，我也好难跟你解释。呸，没了。好了，就这样。在这边，谢谢。哇，哥，我请慢，请慢。我为什么要想到是这样子哎？这个好烫哦，感觉好好吃哦。这很好吃。好多醋哎，太多了啦，都是。跟你讲，我没办法。吃鸭肉根就是要加醋。真的吗？嗯。好，这样。我们会爱到哦，所以这个哦，鸭肉，那为什么用根这个字啊？为什么用根？因为它的汤是怎么样？你看有没有？它有一点哎，黏黏的这样。那这个就叫勾芡呢，它就叫根。根哦，懂了懂了。面线根，面线根。哈哈，嗯，你好吃哎，好吃好吃好吃。而且加猪是对的，哇，好好吃哦！再给我一下方向。我吃完了，我吃完了。OK， 吃完了，我们剩最后豆腐都没了。来，啊，嗯，15分钟，15分钟，我们赶快认识店，赶快赶快。啊，好，豆腐吃完了 ，OK， 你好。哎，你好，请问可以问一个问题吗？你们来这边，你们最推荐的哪一种食物？可以，不要不要不要跟他讲。用写的，用写的，对对对对对。哎，你看得懂吗？看得懂。哇，这个也挺好的。这个我也喜欢。来来看一下。OK， 我要猜了。好。好，来几个字？三个字。艾莉。第一个字。鱼，金鱼。螃蟹，章鱼，鱿鱼，烤鱿鱼，章鱼烧，章鱼烧。OK， 我们去找章鱼烧。这个吗？是吗？就在这兒。这章鱼小丸子。就是章鱼烧，就是章鱼烧。是吗？对。好吧，我们想要。对，我想要一份章鱼烧。谢谢。哦，节省一些走路的时间。真的。因为这个夜市还蛮大的。这个交给你哦，刚刚我吃比较多。Let's go。哦，好脆哦。它的壳很硬。但是它里面很，就是很软。嗯，很快。很棒，哦，真好看。哇，很什么？嗯，我喜欢这个。为什么？外面脆脆，嗯，因为它里面是软，
然后还有它的掌羽在里面，脚筋也足够。哇，这是一个很完美的掌羽烧。嗯，还有一条龙。各位公，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？五分钟，还有五分钟，配又是一样。希望我们第三个选到的人可以帮我们写下冰的红茶那一类的，这样就很完美，对不对？快加入，快加入！请问今晚助学家 YouTube 会员一起支持我们哦！真人打工旅游实境节目，跟着我们一起远离都市，探访最美丽的台湾风景。赶快订阅！请问今晚助谁家频道？记得开启小铃铛哦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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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